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，又嚟到啊《三国志英杰传》啊。上集讲紧啲咩咧？鬼记得咗。到魏国洛阳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系荆州嘅襄阳，一条系关中嘅长安。荆州和关中都有魏国精锐把守。当然，孔明呢位如何攻击为上？既然以与东吴联盟，从襄阳一路与东吴共同进攻为上，但汉中又因此而薄弱，得到关中派遣奇袭队，得向关中，在那里挡住魏军。我军兵力比魏军少，又如此兵分两路也不危险？我也想过，奇袭队的主将一定得派精明强的人，至于派不派奇袭队，正常定夺，且深思熟虑。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多人马可分？关中是汉中以北一大总称，陈仓和长安等属于也属关中。我想確實有分散敵人攻擊的必要。其實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未試過玩呢度，我都不知道點樣揀。不過應該兩邊都難打嘅咧。派奇襲隊就即係暗渡陳倉啦，應該。咁呢度跟翻少少歷史啊。奇袭队主将派庞统是合适人选，唔通系陆逢波嗰度有何事？指挥奇袭队决定向关中出兵，你所料极是。我马上去阳平关，带赵云等人同去吧。跟住，那么我去请东吴共同发兵吧，全靠你了。马良我出都冇出过，好似。另一方面，魏嘅邺城仲商议对付蜀吴同盟，蜀吴已结成同盟。很明了要共同进攻我们，我们如何应对？夏侯惇是襄阳吧？夏侯惇马上率军增援襄阳，与襄阳守军守将曹仁协力顶住蜀军。我马上去，假许曹洪假许。你去关中向曹真传命，敌人若攻来就迎击，否则就增援襄阳。合肥向张辽也照此传命。哇，今日兵分四路，三四路啊，应该系。由曹丕之命到达曹仁镇守的襄阳，根本守不住。哇！宛城，呢咁受伤嘅要用心，用心。咁佢又分散晒啲人啊！咁即系又系各个击破就得啦。人哋啱啱嚟到，你又揀翻人哋后少少。联合嘅事如何？二大功告成，孙权答应联合起兵。
真是好消息。孫權要去江陵，嗱，我們也去江陵，嗱，我們也去江陵。哦，直接自己行過去，連兵都唔使帶，有冇搞錯？江陵喺呢度啦。咁呢度好奇怪，冇曬啲城啊！咁近就去到江陵同埋襄阳。但江陵呢个系关羽被东吴杀害时。哪里想到今日会与孙权联合共曹魏？主公的英明决断才造成今日的有利局势。主公，孙权到了。孙权公，欢迎你来。行为行为，我率部来此，只为伐魏。我先介绍我军主将陆逊。在下陆逊，一回生，二回熟。孙权公、陆逊公，我们一起伐魏，共诛国贼吧。就太平，点会太平？令其插队进攻何处？北部是合肥，又张辽镇守。如果進攻合肥，張遼就不能去救援他處。我們也會盡力伐魏。其實派曬啲奇襲隊去，係咪就我唔玩之前嗰啲啊？都咁啊 ，save 喺其他地方啦。派奇襲隊如何？奇襲隊想請你進攻東啊，唔係北面嘅合肥，讓我吸引敵軍。好，我發兵合肥。我马上回去做发兵合肥的准备。那么我们也准备出征吧。陆逊有没有说？都没有说。陆逊不用回去。又要你 save 多次。其实派奇袭队应该是有些会不同了个结果。果嘅，可能系易打咗，同埋难打咗，或者你又会冇紧啲武将咁样，呢一扎人都唔要，赵何都唔要啦，王权唔要，马岱唔要，关兴张苞，可以要嘅，哇咁少人嘅只可以出，好似系都冇紧啲人，今日够唔够打？是不要要了。那么先从最近的先攻最近的襄阳。得八个人要，是不是会有援军的？孙权有援军来的。蜀军终于攻来了，一定要挡住他们。咁多人嘅，大家不要
落蜀军后面，向天下展示五军嘅实力。咁佢得几队人啫？五队，65级金陵、丁奉、徐盛、凌统，咁都系啲出名嘅武将嚟。啊，又系呢个襄阳城，好麻烦啊呢度。啊！其实佢都系逼我夹硬强攻嘅。咗打同一隻得唔得呢？又因为一定要尽快入到去，如果佢后面啲兵積落嚟呢，我好难打入去。哇，67级68，我睇下佢主将嘅 level 先，70。呢啲应该都冇角色噶啦，嗬，都有啲有，摆一队喺度都有。咁呢个系沙漠，睇出嚟都冇用啊，可以升级。记住啊，诸葛亮系卖都可以出呢、这个策略噶啦。啊，呢啲啊留翻俾依家刘备都有69嘅智力啦，应该都烧到200多、300几。都是那句，不要整个十字给他，给他打。啊，他都是集中攻击一个人的了。我好彩得一队落来了。啊，这两队好像汇丰银行那两只狮子咁对围住你，佢唔补血都好啲啊，我可以劈死佢啊！黄忠走咗入去都唔会入去噶啦，嗰、那个位咁啊古墓啦。哇，好危险啊！其实，哦，仲要反击，唉，麻烦啦。咁就搏一搏先啦。就算弱攻击都要攻的了。
哇，关顺都打唔到人，唉，好鬼麻烦啊！哎呀，哎，唔紧要，佢仲有嘢可以做到嘅。做唔到喎，原來麻煩。諸葛亮就假攻擊啦，繼續。佢打下邊，啊頂！誒，佢分散咗嚟攻擊喎。啊，唔恢復啊！阿張包仲蠢過佢老豆啊！咁就麻煩啦。咁一定要揾啲兵種雙黑去打下啦。咁都要反擊。咁都打死了，我谂住要黄忠一下，铲佢一下都唔使。其实啊，唔系，黄忠攻击力高啲喎，点都。哇！1000打千几，咁犀利嘅。睇到眼都突埋，頭先嗰下，我想睇啲啲嘢先，未有。諸葛亮都未有呢、這個青龍啊嗰啲。大範圍的攻擊，即是超大範圍，不是普通大範圍，是超大範圍的攻擊。啊，留給70級了。真塞鬼住呢度，真系！我又怕佢出術喎，打都打唔到嘅，張包真係好鬼蠢。快啲恢復啦！係得啦，係咪鏟多嘢就死啊？咁就係，非常好，咁呢个俾刘备啦，哎呀，应该加咗佢攻击先，照斩啦，唔好理啦，唔死喎，真系麻烦。小赤龙啦，咁唯有，啊，都未死。我唔知佢俾人恢復咗未啦，咁啊照加加睇下死唔死得去啦。好彩死得去，哇！其實好危險，已經俾人打到啦又，但係都要塞住佢個窿。咁啊，幫佢補補血先。
哇，好危险啊！诶，佢居然应该打到我，系咯，行到嚟呢格打到噶喎，唔喐喎，但系千几血的黐线！哇，仲反击！睇下笑唔笑得死啦！我有啲难度啊，城入边应该所有嘢都会减弱嘅，啊，好彩都死得佢。应该仲打到佢嘅。黄忠的鼓舞冇咗，呢个就算攻击唔到咧，但系喺度咁样都阻住晒，真系。一行上去就会俾人打噶咯，咁行唔行好？咁可能俾两队打添。多发石车嘅，喂喂，咁多战车嘅，发石车都好多我哋，黐线！啊，好麻烦啊！啊，大补给。但系个位唔好，我真系唔想俾佢打我。啊，我又打唔死佢啲人喎。啊，咁样啦。差不多了，这样应该没问题的。因为我都是纯粹想补血，补多一点血而已，那就这样吧。俾關信啦，呢只嘢都死啦！佢行去嗰度，哇！一個打到，一個啫，都要行噶啦，因為唔行都唔知道做到啲乜啊！咦？唔係話伏兵援軍乜水嚟㗎？
不良嘅魏国长期霸占荆州，咁呢个段故都系关羽啦，系嘛？咁低级嘅，45级咪仲低过，仲低过佢嚟到嗰阵。呢个系唔系关羽呢？靠吴国去顶住佢哋啦！哇，金牛满宠，好彩都系啲渣渣地嘅部队嚟嘅，金牛都唔渣。繼續鼓舞啦，唔好煩啦！啊，黐線嘅電腦真係黐線嘅。其實佢哋有冇用過腦去玩嘅咧？咁做真係會死喎！呢啲又唔去幫手啊！企喺度做乜鬼嘢？呢只係陳衛兵，得啦，要關信掉一掉，會殺咗佢。然後衝上去殺人，殺人啦要！哇！但係佢真係首尾呼應喎，好鬼麻煩。啊！隻隻打下啦。應該不是扣了很多血啫，所以不用太擔心。又繼續啊！頭先又有電話啦。哦，咁諸葛亮而家有108啊。好似108嘅智力啦，但系又唔见佢烧多好多嘅啫，系106。呢班够唔够？咁我要快啲占领嗰个坳啊！但是張苞咁低 level 嘅，唔俾你啦。頭先嗰兩隻都係關興殺。哇！差啲忘記咗黃忠。黐線嘅，佢真係黐線嘅。我唔要快啲同佢接觸啊！佢會死嘅喎，咁樣打法。
我想叫留俾佢，我睇嚟佢净系呢一边会喐啦。呢啲应该都唔会主动出击噶啦。咁我叫留俾佢接触下嗰个问好问好人啦。咁应该就系阿番禺嚟嘅。除非唔系啊。咁嘅攻击力，基本上我唔使惊佢嘅。哇，连咁样兜过去都做得到，啊，咁你死梗啦！炎眼铲你一下，你都冇晒啦。跟住再打多下，咁咪一只啦。呢只应该都玩完噶啦，啊，俾埋关信啦。因为我想后面嘅部队可以上到去嘅，但我行得太远嘅话，我一只就会落嚟。唉，由佢啦，佢都一定要落嚟嘅啦。咁低攻擊力嘅，我出呢個小青龍啦，試下睇下會唔會扣多啲，好過小赤龍喎。誒，黐線嘅，真係黐線，但係可以打到佢混亂，竟然。好麻烦，佢哋咁都未死，我未见过人咁样打，系咪呢只？我想问下佢点解会低咗 level， 其实。我唔会俾你死，唔会俾你哋死嘅。冇反应嘅，搞错，唔系关羽嚟嘅咩？刘备喺隔篱都冇反应。呢只唔过嚟打我。哦，哇！佢系咪六十八级都未过五百？佢系咪渣咗啲？围住佢都唔怕啦，咁就算两只打到一只都唔使惊佢啦，而家。佢可唔可以聪明啲啊？佢点解唔打就嚟死嗰只啊？
佢幫我學埋，因為佢幫我揀埋。真可惡，我不要翻轉頭幫佢。呢個咪去到咯？點解唔過去幫手啊？唉，佢死啊！真係黐線。吃死你！让我烧死你！唔使走呢度，呢度都得。我睇下你补唔补血。啊，要留啲兵喺呢边攻击。咁我嚟呢格先啦，咁一阵间搵边个咧？关兴，因为诸葛亮都要打噶啦。佢肯補血未啊？佢唔肯補血喎，因為啲人喺度自殺嘅啫喎，咁搞法。我補唔到你幾多次嘅啫。未死，青龙戟，佢死啊！太少人又打唔到上边，系好麻烦啊！靠血啊！唔知一二三，诸葛亮企呢度啦。咁等机会，然之后一齐攻击呢一个部队啦。希望可以杀死佢啦。哇，扣咗血，唔紧要啦，召引佢落嚟先啦。啊，可以加自己攻击力。
佢做乜吞口？诶、欸，做得好。哇！诶、欸，咩我计啊？系喎，两只都嚟到。都未少过一千，唔使惊。算啦，唔出啦。咁样嘅话，都系补补血先。呢个系黄忠，冇问题啦。哇！攻击力高过你二百几，防御力高一百。啊，到呢边啦，惨！哇，八百几啊！啊，顶你个肺！咁都要反击嘅。诸葛亮啊，好似扣咗血嘅，我唔记得自己扣咗血嘅，唉，唔紧要啦，热火，哇，七百几就打得，唔死啊！应该扣咗血啩，我补啦，扣好少啊，我补血补到流鼻都冇乜策略值啦，次次都要用啲起码中级嘅回血方法啊。啊！唔好反擊啊，大佬！陸遜係咪黐線嘅？白痴啊！佢都誒唔喐喎。喐就最好啦！佢哋唔敢打黄忠噶啦，咁我屈住屈死呢个先啦！哇顶，咁都要反击！冇计啊，呢边帮帮手先啦，佢死啊！又反擊，好討厭啊！咁啊，係咁掉啦，可以。但系得个岩岩喺度啊，好难打得赢佢，系咪又要补啊？补唔到噶咯，哎，弊啦，揿错掣添，仲要，诶，好彩佢都肯杀下人。哦，死人啊！佢被死咗啦，仲唔过去嘅？呢个金陵又喺度做咩啊？
系咪咧？一补错啊，濑嘢啊！一个闷重，咁呢两队都就死啦！唉，麻烦啦，咁补多次啦。咁我谂点都杀到一队啩。哇！呢个位置都俾两队打，咁啊补补血先啦。打死佢啦！咁其实都系每次都掉嘅啫，基本上打佢唔死嘅。又发神经，佢会走去打啲高多血嘅人，唉，救命！可唔可以补下我血咧？啊，都好。啊，又杀紧个啦！补你血啦，咁样我去杀人好过啦。应该我补唔到你血，我冇晒策略值啊。佢哋升 level 升得好快啊，都咁因为人敌人嘅 level 太高。我的 level 太低，咁就翻落去幫手啦，可以。哎呀！应该加个攻，系是但啦。因为就算加咗攻击力咧，都冇乜用，应该。救命一樣，他真的發神經，繼續在這裡，他終於肯攻上來了。如果他肯攻上來呢，那就好了，但是他很弱喎。看看他走到去哪裡。Oh no！ 大鑊。哎呀，哎呀，唉，算了，横掂都被人打到的了。
啊，要攻擊啦！哇，好低攻擊力。佢防御力好高啊，應該話。希望有啲效果啦，喺呢啲咁嘅天氣。下一 round 唔知殺唔殺到佢啦。咁頭先好似寫關興嘅攻擊力變弱啦，即係鼓舞效果消失啊！關順原來係上邊冇人落嚟喎，咁就非常好啦。冇落雨咯。放火燒佢，冇落雨就好似未斬得死啊，麻煩。你唔好彩啦，佢死啊！今日打通咗呢度啦。呢个咩嚟嘅咧？木之光，佢哋好似未回晒血喎啊！都回咗好多。我想打佢喎，佢又唔出声又唔讲嘢，你想点啊？即刻用呢個救濟啊！唔好喎，呢個唔需要用到救濟，應該點樣先啊？都係無動於衷嘅。送俾黃忠啦，嗰一隻問號問號問號咧，應該就會企喺嗰個空格啦。因為我都冇俾到位佢，應該做唔到啲咩。590，俾個攻擊力高啲嘅。去打啦！过600啦啩，撞尾。沙摩河好似冇乜策略值啊！出埋佢
旺中啊，走埋去怼佢啊，梗系。坚固啦，唔理啊，旋风都照打啦。诸葛亮就杀到佢啦。烧鬼死！佢做乜？佢走到去都唔攻击嘅。啊！阿婷啊，呢个哎呀，即系阻鬼住晒。啊！都顶住咗条路，唉，我顶佢个肺。佢想点啊？呢个沙漠河就冇晒策略啦，应该。严眼去烧佢啦，虽然都冇乜效果噶啦。诶，唔系喎，如果剛才沒有補錯血呢，應該全部人都不會死。他想怎樣啊？走得那麼慢。為什麼他兩隻騎兵升level升得那麼快？曹仁都唔够黄忠打，应该系啦。黄忠两样嘢都过600啦，同 level 嘅话，黄忠仲犀利过曹仁。咁啊，唔使理佢，一冲入去打佢。关羽个仔咁叫关兴去佢隔篱睇下，认唔认到佢老豆啊？系认唔到嘅，黐线嘅，你有冇扣血？补晒啦，冇啊！应该都唔使点补血噶啦，出发啦！我真系唔知佢想点，走嚟呢度，系咪傻咗啦已经？
呢关都有机会杀到佢。咁样嘅话，但系就当然唔好杀佢啦。冷静啲添，仲要。你话唔好杀佢住。落雷有招咁嘅嘢，啊！睇下咩嚟先，系咪嗰啲落雷问号？复数部队威力大，哇！系。哇！佢補咗好多血喎，中產咗係阿西死唔死啦？睇下，就非常好啦，唔死得，因為我都係想俾嚴顏打，留俾小智殺了曹仁，曹仁就死咗啦。呢個邊個嚟啊？究竟係神秘武將走了。他都沒做過任何事，唉，就盡商養食吧。那個應該是關羽來的，但不知為何又炸了那麼多，看看他說什麼，終於又奪回商養了。要去洛阳必须先通过新野或南郡，然后过宛城。若不攻下新野南郡，再有在宛城被夹击的危险。正是应该请陆逊支持，同时进攻新野和南郡，不能只为关羽的事苦恼。你们的话我都听到，我是去打新野或是南郡，决定后请告诉我。如果留下你新野南郡，后面剩下宛城，我那边都冇所谓，一正听从主公的。咁下一集应该就是但拣新野或者南郡去打啦。咁呢集嚟到呢度先啦，咁下一集翻嚟继续打呢个曹军啦，唔系曹丕军啦，而家系啦，系咁啦，先拜拜。